在台北市今年初一月时候就开始了，然后现在台北市在做第三期，新竹是七月开始，这个台中的 campus 是现在开始。谢谢。业化产业 AI 化，这个是跟我们已经在推动的是一致的一个目标，所以我们以一个策略伙伴的角色共同来参与，那也一定会分享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模式。今天8月18日台中分校的一个开学典礼，我本身呢也来跟学员恭喜以外，也跟他们来这个分享，那打造台中成为智慧城市需要各位的参与。